大家好，我是郑宇文。那个，大家都还好吗？我刚刚在想说，没想到今年还有机会看到这种场面，太夸张了吧！大家先给自己还有浪人界的工作人员，所有就是让这些成立的人一个掌声好吗？谢谢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刚来很久，我也在表演之前喝啤酒，我还喝了两罐，这真的是太难得了。这个气氛不对啊，这么棒。好，我先那个迅速的介绍一下我的乐手们，小白。青后大头，很开心跟他们一起征战各式各样的场面，我想他们也都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子，好吧，那个非常非常非常谢谢大家，然后对，发文，对，听说昨天那个介哥在台上发文，是不是？现在一边 talking 一边发，很恐怖。等一下，这个原来这个很考验那个反应力耶。金哥很好听，金哥很好听，跳已经卖光，跳已经什么东西？跳已经卖光，谢谢。等一下我自己讲出来，好奇怪，我在干嘛？我是不是应该要 tag 红姐啊？等一下，我 tag 她。我没有办法 tag 你们，太多了。等一下啊、tag 我们两个 ，tag 我们发出。哎、欸，这个感觉很奇怪、欸。立马！有！好了。按赞！什么什么什么？按赞！按赞就是好啊！欢迎大家去按赞。我的那个 IG 是 ino。还是什么？想大家自己查，郑宇农觉得。大家再讲一次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宇农，今天很开心来到浪人记。如果有第一次看我表演的话，请多多指教，谢谢。这首歌叫《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》。